因为今日早早就去进香啦吼，哎，我大家非常的辛苦吼，哎呀，有当时华人家好朋友吼，啊，安尼较早休困的啦吼，好来来，咱节目安排咱精彩的钢管秀，来，今日的咱精彩。哎呀，感谢感谢，咱云南的请出大哥慷慨，你看咧特别无少场主题叫安排，安排在咱云南这场精彩节目，也伫这来甲助兴啦吼。你看今仔在咱这里啊，刘姐咧老家的气氛无限哦，来，那首先再次特别过来甲感谢。I like you 啦，这查甫人是上够嗨哦。感谢到咱的主委，咱的廖主委、廖坤全主委，要来感谢到咱的卢主吼，咱的瓜董事长，咱的瓜青田，感谢到咱的卢主，也要来介绍到咱的副卢，咱廖董事长，咱廖庆如，一个到咱的金董事长，来咱的金小玲，也再次要来感谢，感谢咱廖董事长，咱的廖在龙，啊，搁咱的陈董事长，陈中德，也要来感谢咱廖董事长，廖水源。啊，搁咱廖董的廖本田，这次搁来个感谢到咱厅董事长吼，啊，咱的厅志清，啊，同款搁来个感谢，感谢咱廖董的廖文强，特别感谢，啊，搁感谢到咱的王董的，咱的王启俊，哇，感恩，你搁来个感谢到咱金董事长金坤奇，啊，搁咱廖董事长咱的廖友贤，你搁给咱的张雅琪。这次也要来个感谢，感谢咱的廖董事长廖无松，顶上特别无少场主持来个提供吼，哇！你看咱花心，咱这场精彩节目，伫这里个叫声声音，恭祝观音菩萨，伊个给咱庇护千世，万寿无疆，圣圣寿。观音菩萨这里灵感，神通广大，神威天客，比如咱这罗哈众弟子，他那四方洪荒之力，比如咱这众弟子，四时无灾，和大家安尼风度大变大进财。四方比如咱这罗哈众弟子，家家户户拢做万贯的家财。